喂，大家好，咁今日咧嚟到呢度进行一个拍摄活动，咁就系八紧梦啊，一个咁样样嘅专栏咧，就帮我哋咧就采访过有关进食方面嘅特性上面点样做。咁今日咧嚟紧我哋就会示范咧九个荷包包，我隔篱嘅小兄就会九只要走，然后咧泰来咧就会试27件寿司啊嘛，系27件，好啦，咁跟住啦。咁就我哋要盡量嘗試同一時間之內食完嘅，咁究竟做唔做到呢？就隨便睇下啦，食完再講。我全部望一望中間鏡頭先，唔需要講嘢嘅，咁望住。我哋準備開始㗎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可以開始。由外面開始食嘢啊！阿媽由外面開始食嘢喎。所以你在做什么？
Okay, cut.